到嚟5:44嘅活在五點。其實咧，省選好快就到啦，10月6日咧就係我哋安省嘅省選啦。咁而聽日咧，其實已經可以提前投票噶咯喎。咁所以嚟到今日嘅嘉賓訪問環節，會同大家咧探討一下政治上面嘅問題。首先介紹嘉賓出場先。今日好高興請到黃素梅小姐，佢係時家堡愛政各區自由黨候選人蘇旺，歡迎曬你上嚟。你好，你好。Hello， 歡迎曬你上到嚟 Life at 5，同我啦，同埋咁多位觀眾傾下偈嘅。咁其實啦，我知道啦，你哋自由黨啦係有好多唔同嘅政綱，亦都係涵蓋好多唔同嘅範疇嘅。不如我哋逐一開始講下先啦。首先由清潔能源開始講起啊，不如。我第一件事咧，最關心係經經濟嗰方面啦。我哋安省自由黨提咗好多目標，關於經濟嗰方面。第一件事，我哋知道咧，六月嗰陣時咧 ，Statistics Canada 報告咧話，我哋安省咧做得好好，關於工作嘅新工作 full time job。我哋咧 Ontario 省咧有多啲工作起咧 ，than all of Canada 同埋美國一齊 ，OK？ 所以我哋而家自由黨提意見咧，關於佢關心係綠色工作 ，OK？ Green economy。所以而家咧，我哋提呢份意見咧，有多咗20,000個工作響個安省。佢 projection 咧，第二時咧會多咗50,000個工作，關於綠色嘅個工作方面 ，green economy。because 我哋咧個 green initiative 係好幫助社區 ，special 個 environment 啦 ，special 嗰啲工作嗰啲方面。即係其實自由黨啦，而家係非常之著重喺綠色方面嘅發展啦，包括係綠色嘅工作同埋綠色嘅經濟。係啦。咁所以咧，將來你哋亦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希望創造出嚟嘅就業咧，都係同綠色有關嘅。係啦，係啦，講得啱，講得啱。明白曬。咁而嚟緊啦，你哋更加會喺爭取喺將來啦，創造50,000個工作崗位咁多添。係啦，係啦，係啦。非常之厲害。我知，我哋知道咧，人民咧係好 support 呢個綠色工作呢方面。因為其實咧對環境又好啦，係啦，佢幫個 environment， 幫助環境。第二件事咧，好多 especially 啲小朋友啊，識嗰啲 green environment 咧係好幫助社區。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正確嘅發展路向啦，我自己認為，因為可以話係雙贏啦。你對環境好，然之後對經濟又好，係一個 win-win 嘅呢個方向咯。係啦，係啦，講得啱，講得啱。明白曬。咁另外啦，我又好想問下蘇啦，其實啦，你哋響兒童日託方面咧都做咗唔少嘢嘅喎。係啦，我哋當然我哋安省咧係第一個南北美洲嘅政府咧提呢個意見，關於4歲同埋5歲啲小朋友成日讀書，由4歲至5歲咧，我喺個 Scarborough 愛政角咧，我哋個區域咧有2014咧 for full implementation 咧，喺呢個區域有多咗1800個學生4歲同埋5歲成日讀書，就好幫助啲家庭啦，好多幫助啲小朋友讀講英文啊，讀算術啊嗰啲關於呢件事。because 我哋知道咧，啲報告講出嚟咧話，如果啲小朋友早啲讀書咧，好可以幫助佢啲小第時讀書嗰方面。即其實自由黨都好鼓勵小朋友啦，好早就開始學習，打好個學習嘅基礎嘅喎。係啦，係啦。我哋今次提意見咧，唔係淨係關於4歲到5歲嗰啲 full time kindergarten， 我哋而家就關心咧2014咧，我哋 full implementation for 個full kindergarten， 關心咧係4點至6點啊，嗰啲 after school program 咧，咁可以幫助家長啦。譬如我知道咧，好多家長咧唔係3點半。放工啊嘛 ，right？ 所以我哋個月關心咧係4點至6點咧，點幫一幫啲小朋友做功課啊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關於做體育啊嗰啲嘢咧，可以幫啲小朋友啦，可以幫家長。好多家長啦，其實成日都投訴放工嘅時候老師又塞車啦，如果遲咗去學校接小朋友又要費錢，即其實都好頭痛嘅，好多家長都係講得啱，係講得啱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將來啦，喺2014年可以爭取到25,000嘅小朋友啦，可以享受呢個日託服務。係啦，係啦，係講得啱。And then 第三件事咧，我哋自由黨提意見咧，關於高中學、大學啦，我哋會減個30% 關於tuition fee。OK， 我哋最關心咧 ，especially 嗰啲low 同埋 middle income 嗰啲學生咧，好困難翻去讀大學啊嘛，同埋 college 咧，所以我哋自由黨提意見咧，我減嗰個tuition fee， 幫嗰啲小朋友咧，可以第二年咧可以讀多啲高中學啦。淨係唔係關於tuition fee 嗰個方面咧，我哋提意見咧，開咗60,000個位啊。
課大學同埋高中學咧，俾多啲學位咧，俾學生去讀書。And then 第三件事咧，我哋最關心咧個 campus 啊 ，because 我哋要開嗰啲如果有60,000個位咧，一定要有班房啊嘛。咁我哋要而家最近最緊要咧，開咗3個。undergraduate 咧個 campus 幫啲大學嗰啲方面，呢個真係非常之重要啊！因為如果有留意新聞嘅朋友都知道啦，其實今年咧係特別多人入大學嘅喎，咁而且咧安省嘅學費咧亦都係喺全國嚟講啦，屬於數一數二咁貴嘅，咁所以真係好需要你哋幫下手啊！係啦，嗱你講得啱，係今年咧大學咧好多人民去讀大學咧 ，because 今年咧我哋多過80% 啲學生畢咗業啦。畢咗高中學咧，咁而家去讀大學。咁所以啦，如果遲啲能夠真係成功將大學嘅學費減低咧，真係可以幫助到好多嘅家庭嘅。係啦，係講得啱。明白曬啦。咁我除咗啦知道響日託同埋大學學費會減咗呢個價錢方面之外啦，你哋將來啦仲諗住為長者提供一個上門嘅照顧服務喎。係啦，呢個目標咧，即係同埋嗰個提意見出嚟安省自由黨提意見咧，係關於老人家響屋企嘅。嗱，你知道我本身係做護士，做咗25年護士咧，我嗰陣時。上個門去見到老人家，探到老人家關於健康呢方面啦。呢件事咧係有三個目標。第一件事係關於上門雖然叫 house call， 係醫生啊或護士上門探啲老人家，關於佢藥啊，關於佢 check 佢個blood pressure。OK。第二件事咧，我哋自由黨提意見咧，關於嗰個想收你間屋企啊，譬如我哋知道好多老人家咧想喺屋企住，但係個樓梯級啊，我個廁所或者唔得出入入啊嘛，咁可以攞1,500嗰個 tax credit。好幫助啲老人家去收你間屋企咧，咁可以喺屋企住。人第三件事咧，我哋咧提意見咧，關於嗰個 personal support worker 幫一幫老人家可以沖涼啊、洗衫啊，或整餐啊，咁可以幫一幫佢喺屋企住。其實好多老人家喺自己喺屋企。單身住屋企啊嘛，佢家人去翻工啊，我有啲家人咧唔響屋企，唔響多倫多住啊，響邊個區域咧，唔響佢近住佢幫佢哋手，所以咧呢件意見係好好。但是 beside 關於嗰個響老人家響屋企咧，我哋咧就關心咧嗰啲牀位，關於嗰啲老人院啊。我嗱呢件事咧，老人院咧，我哋而家提意見咧，有35,000個。牀位關於老人院 ，OK， 放第10年 ，OK， 我哋已經開咗9,000個牀位放老人家，但是咧我哋提意見咧 ，next 10 years 咧有35,000個位。其實我聽你講咗咁耐啦，可以睇得出自由黨啦，真係好照顧老人家嘅需要。頭先啦，更加講咗啦，3點係全方位照顧嘅，包括就係西人所講嘅 house call 啦，即係咧俾護士、醫生上去照顧佢哋，幫佢哋量下血壓啦，或者開藥睇下需要啲乜嘢藥嘅。咁而而家咧，亦都越嚟越多嘅老人家希望喺屋企住㗎啦。咁所以咧，自由黨亦都希望啦，就係可以提俾1,500嘅免税額俾呢啲長者啦，將佢哋原本嘅屋企改裝成為一個適合。老人家喺裏面入住嘅屋企，咁而第三個咧就係希望可以請一個貼身嘅看護照顧佢哋嘅起居飲食啦，包括就係煮下早餐啊，又或者照顧佢哋扶佢哋行出行入咁樣嘅喎。係啦，係幫。所以呢個 program 咧，我哋自由黨提意見咧，雖然叫 balance approach， 咁啊一半咧，如果啲老人家要去老人院咧，佢有個牀位，人第二件事咧，如果上屋企咧，可以有人幫佢哋守喺屋企咧，咁可以。because 我哋最關心2020咧，40% 嗰個社區咧係老人家，所以如果咁多老人家咧，咁樣幫一幫佢哋啊嘛。人哋呢件事咧，我哋安省自由黨提意見咧，關於research 啊，關於嗰個 condition 叫 dementia 同埋個 Alzheimer。今日啦，多謝曬啦，黃素梅小姐啦，抽空上嚟 Live at Five 同我哋講咗啦，自由黨咁全方位嘅政綱噶，包括可以照顧到小朋友啦、大學嘅學生，咁連長者都照顧到，咁唔止啊，連安省嘅經濟啊，都希望可以朝住綠色經濟呢個方向發展。今日多謝曬你抽空上嚟，希望下次咧可以再請你上嚟同我哋傾耐啲偈啊！多謝曬你，唔該。而家先休息一陣，陣間翻嚟會再點再見。